这倒蛮难的，不好意思，刚把你们放倒了。精选集啊，就是从第一张唱片《明日赞歌》到现在，刚好整整15年了嘛。然后就想出一张唱片来纪念这15年的辛苦和艰辛，想想自己好不容易熬了15年，能把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歌曲都收录进去了。没有化妆，庆典啊，没有庆典，庆典就是黑胶唱片呀、啊。为什么你一直都不火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我挺火的，也不是那个火吧，就是在音乐圈里面，还是有很多老师、很多前辈认可，我觉得这个就够了。我也没有想要做很大众的那种音乐，做好自己就最重要。为什么要选《次给我的心》？是因为那个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歌挺好听的。小粉啊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小粉就会一直陪伴着我。我还没拿到。那个精选黑胶里面也有做了很多的尝试嘛，包括第一次跳舞，对吧？空背，你们刚刚也在讲。线上演唱会不会有的。哎呀，昨天看了一下世界杯，看不适合。卡塔尔打的真的是稀屁，0-2，我的妈，输给厄瓜多尔。西藏鸟儿科啊，对，我看那个下面那个卡塔尔的民众脸上的表情就慢慢的变掉了，但他们那个吉祥物还是挺可爱的，穿了个白袍。我没化妆，昨天晚上熬夜。今天还啊，今天是阿根廷。梅西是最后一届了吧？35还是37啊？C 罗也是最后一届，阿根廷我要看。那他那个吉祥物是，我不买，我就看，对，特别像那个 Jasper。上次我们不是看一个动画片，里面有幽灵嘛，就是像那个 Jasper，很可爱的那种小幽灵。可以中文填词唱一次吗？制作成 KTV 的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晚上是谁呀、啊？谁打谁？哦，确实，这个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错误。为什么会有？今天是英格兰打对伊朗啊，哎，伊朗也挺强的耶。荷兰那肯定荷兰赢。英格兰对伊朗这个不太好说啊。
你觉得伊朗跟英格兰谁会赢家的？英格兰啊。实力上看就还是英格兰会赢，另外那个队的话荷兰肯定赢了。美国队倒是没什么兴趣，想想四年前的今天我还在俄罗斯在现场看世界杯，为了去支持梅西，我还买了他们的队服。我看的那场是阿根廷对冰岛，哎，现在这哪也去不了，真烦死了，真的是无语住了。旁边是个箱子，全部都是行李，放不下了。真的是无语住了。我哪是看帅哥，我喜欢梅西也不是因为他帅啊，因为他的个人魅力，对不对？没有伤感啊，就是那个昨天没睡好。阿根廷这一届拿不到，后面很难。阿根廷就是个特别忧伤的国家呀，像那首歌 Don't Cry For Me 阿根廷的，人家那么小个国家，人家球踢那么好，真的是。我还是上次世界杯兰兰带回来的加瓦比卡，我上次给你们带礼物了吗？世界杯好像是啊，梅西这辈子都不可能碰上中国队，这个应该是他足球生涯的一个遗憾吧。中国队是他永远得不到的男人，因为中国队出不了线。就是踢球的也挺多，社区通知。对，那个时候好多人还跑到我那儿留言，说你是那个踢球的，足球踢球的恒大那个阿兰吗？绝了！没想到你唱歌唱的还挺好的，我说。哦，梦中花园确实有点可惜没加进去，因为名额有限。哎呀，世界杯除了男足都去了，男足去了也很尴尬。有一年好像打了个7-0还是5-0，我的天，还不如别去，还包机，哇，还带着各种家当过去，打那么臭。然后晚上他们坐了一个凌晨的飞机回来，怕被骂，然后悄悄的回来。我不会踢球耶。
上次还送了一个吉祥物，我送给你了吗？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阿伦家族啊。女足挺厉害的，北京有啊，但北京回不去啊，现在在漂泊了，这个月取消了四个工作，我要疯了，我已经。要没有工作呢，肯定就追啊，看看他，因为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还能看到梅西踢球。一把年纪还这么可爱，我真的是个罪人。哦，下个月工作排满了，已经还要录几个演唱会，就那种超大型的元宇宙的那种。我也没有朋友，每天都是一个人，想想就伤心，只能默默的一个人看看世界杯。主要我住那个酒店，那个电视又差，它上面全部飘着雪花，感觉我到瞎了，看了一下。跟梅西做朋友，他不想跟我做朋友，就是，人家梅西是个超级好的一个人，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，不想找对象。下个月的日程出来我会发给大家的，说在前面坐着。我的男朋友是叫 Music， 男朋友的朋友叫 Is My Life。 我现在就是在外面转溜达，这两天就是各种溜达。因为视频我感觉有点想哭，看了以后好感动，谢谢你们陪着我。有请 My Life。 你好，我叫 My Life。 C 罗确实挺帅的，个子又高，他的女朋友也很漂亮，他以前那个女朋友才漂亮。我到底是喜欢看帅哥还是美女？好像我更关注别人的女朋友。谢谢，也谢谢你们对我的陪伴。仙女不能谈恋爱的。买来福，你有点讨厌啊。吉利娜娜提，对，我男朋友叫买来福。Music 的中文打出来是什么样的？给我打一下，我看。C 罗如果追我，我会答应吗？我不会答应的，受不了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马来福，缪贼克，缪贼克，那缪贼克没有马来福好听，我觉得。马来福。缪贼克，
没戏剧我也不答应，因为我不喜欢外国，我不想找外国人，我只是没有这种感觉，没有色客。I love you。我男孩女孩都喜欢，我是个正常人。杭州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这不是我放，是他们放。再放一下那个《星梦》呢，我学一下，下个月要唱。世界杯看好哪个队啊？荷兰、阿根廷有点悬，因为毕竟梅西年纪也大了，后面的新秀。知道，我今天会看一下。姐姐好，你自己过得挺好的，你去哪儿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彩英。巴西可以。哎，西班牙的那个 Shakira 的老公还在国家队吗？啊，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呢？以前我觉得他们就神仙眷侣的感觉。他离了，他倒好找。Shakira 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不知道跟谁能好，还生了三个小孩。内马尔太厉害了，30岁。哎呀，皮克也不能这样吧，萨克拉怎么也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一个女歌手，还唱了世界杯的主题曲。果然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内马尔队友绝对不答应，太吓人了。他们这些足球运动员都很可怕的。小姐姐不行，小姐姐想长命百岁，经不起一点折腾。刘德华不敢不敢不敢，前辈，我是老胳膊老腿的，肯定不行。没想啥呀，就跟大家聊天嘛，正常聊啊。对呀，今天出道15周年了，对吧？很不容易，要感谢歌迷们，要感谢歌迷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还放下我的那个精选集吧，今天上线的那张唱片。千不该万不该，错了那么多次，歌名也弄错了，真是的。但是我们的诚意还是满满的，我们这张精选集也是公司也是下了本的。咱们把吃的呀，而且我们是那种
倒了清茶就会这样甜的那种。哪有鼻屎，太大胆了，仙女怎么可能会有鼻屎这种东西，开什么玩笑。稍微营业一下，现在口罩问题咋营业嘛，真的烦死了。我觉得歌手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性格和个性特质在里面，嗯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，你做艺术的人，你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性格和脾气的。我以前还觉得就是会迎合，现在不想迎合谁，累了，我就想做自己，爱咋咋地。本来就不接地气，你看我们也不去，不用上班，对吧？我们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的交错，安排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然后公司和团队又会把你保护得很好，你也不用去结交什么外面的人啊什么，然后越来越独，就这样子，越来越不会阿谀奉承，就这样。用心做音乐，现在堆积了好多歌哟，马上要出好多新歌，有的录了，有的还没录。西康福利学校的那个歌，我也在帮他们弄。这个歌都多少年了，大家帮我算一下。13年了。今天都在干嘛呀？1点多应该是午休时间，要不你们休息，你们休息一下。对，今天是黑胶新专辑《The Best of 阿兰》的上线时间，如果有时间，大家可以去买一张我的黑胶唱片听一下。这次黑胶唱片卖得非常好，我特别开心，也要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黑胶里面还有 CD， 从88到508不等，你们要是学生的话呢就支持一下88的就行，你们要是土豪呢就多买几张508的。断货喽，耶！谢谢，谢谢用户579，你买了508的，谢谢。有 CD， 有黑胶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。价格的话是88到508不等。如果是学生的话，也买个88的就可以。如果最近比较困难的呢，就可以直接在某 Q 上面听，免费的。谢谢 Zero。
了十张啊，山茶，谢谢谢谢八神买了五张 CD， 五张黑胶，我下次一定要给你签名。主要现在口罩问题，我不能搞什么签售会，我真的是谢谢 ，thank you 了我。大蛙三，你买三十张干嘛？这也太多了吧？也不一定要有黑胶机吧，就是用来珍藏就好了。谢谢杨可可，你们也不用买太多，嗯，要留下一些钱攒在一起给自己买好吃的，没问题，杨可可。专门买了黑胶机，这个投入有点大。是月半子呀，谢谢你买了两张。海淘买你的日专，谢谢。好大的头，还好吧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国外的歌迷他们能在哪里买啊？Amazon什么上面应该没有卖的啊。哇，学生党 ，Thank you，Zero， 你读大几了呀？谢谢瑶。当然对你有印象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。开放外国购买管渠道吧，嗯，对啊，因为今年就是确实是很多问题，所以就有点难做这样的交流。我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懒。Feel so good, OK， 我征求你的意见，下次开放国外的购买通道，可以啊。等这个口罩问题过了以后，搞一个下线签售会，把你们的黑胶拿来，我给你们签。那我就不跟你们聊喽。谢谢大家。初三喜欢，现在大四了，谢谢你喜欢我。我在车上不下，我有点晕车了。继续播，播啥呀？晚上还要熬夜看世界杯呢。真厉害，十五周年了还没倒嗓。歌手最怕的就是倒嗓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不倒嗓，啥都好说。因为我们学习唱歌是有自己的这个科学的方法的，也不是光吼啊什么的。有时候唱的高音的时候，我会用假音或者是这种真假结合的这种方法，不会刮吼的那种，所以没有倒嗓。某宝打折456了，可能有补贴吧。
就是可能就是唱歌唱的太多了，然后用嗓过度，然后也没有好好的休息。快帮我把赞点一下吧，朋友们！我今天才90000的赞，我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 了我。Thank you 了，糯米鸡，这叫 Sandy 的米鸡，不叫糯米鸡。不是很好学。舞蹈课就上了一节啊，就没去了呀。我觉得我跳舞不好看，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什么舞种了，哎呀，烦死了。15周年，哦耶，太棒了！从小从6岁开始学习音乐到现在，我的天哪，太难了。我去跳舞，老师说你想学什么，我说 学那种爵士啊什么的，我说坚决不要跳那种特别性感的那种啊，有点那种那样的舞，我说我不跳的。就韩国女团那种，我说我不跳，所以我就跳了个有点印度的那个。好久没有看到一帆了，出狱，哇，我的小胖丁来了。中国舞，对，我觉得跳点中国舞吧，但中国舞得脱鞋啊，得穿那种练功鞋跳才行。秦哥的视频穿的那件衣服，康定情歌哪件啊，紫色那件啊，对，我适合跳广场舞，广播体操。我们跳舞纯粹就是为了健身锻炼的。翻个白眼，广播体操，难道我的水平真的那么差吗？带花的裙子，我们好多衣服都是赞助的，我也不知道说是哪一件啊。谢谢这个用户579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一直要送我小星星？不用送了，你们帮我把这个赞点一下就好了。我再跟你们说3分钟啊，说到1:30，然后你们该休息的休息，因为下午还要上课，还要上班。一说空杯，空杯就来了。周永武是哦，今年啊不去，我们都回不了北京现在。没化妆今天。口红也没涂，懒得涂了，反正有滤镜。来了，朋友们，跳起来！1:28，怎么跳的忘了？
自己的歌叫做空杯索拉舞台，1:29了，1:30下播了啊。什么鬼擦玻璃，俗气 cheap。英格兰肯定会赢啊，但我的心里面希望伊朗出。好啦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车上就我自己，我要下播咯。去午安一下吧，我们都睡一会儿。谢谢用户579，拜拜啊！谢谢山茶、万隆往事、躺平小王、小七、real 迷弟、八神、杨可可、feel so good、舒玉 bling、无双馒头袋、real 不如怀念、代奖、空山蓝、深。木槿，哇，太多了 ，real 情缘，念不完了。夜兰瑶，拜拜。等待的闲云，拜拜，挂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